他戴个蓝头，戴绿头的。没有，这个真没有。怎么没有？那个金子蓝不就绿色吗？碧绿碧绿的。我真没有。刷一个吗？ 茶壶说：“你长得磕碜，你都恨不得拿一百块钱出一捏个人，你说你刷个那玩意儿还是困难？”说不这事儿吗？其实阿森给的出的主意挺好的，把其实把捏人钱给了我，马上我觉得不只是我，连阿森都觉得太爽多了，太牛！那有点长了。那还用说？不要当着他们讲，不要当着他们讲。嗯 Yeah!
其他队员获得了竞标物品，竞拍已经全部结束。 Yeah.
到了新信件哦。开始，请在任务快捷栏中点击标题。